我在初出道時的一首歌，你們估下是什麼歌？等我們先喝一喝，其實是什麼話？左腳。其實呢，很多人呢會問我，你左手彈吉他怎樣，左手彈吉他怎樣，但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解釋給他們聽，其實左手，你用一隻左手是彈不到吉他的，因為我們其實都是要用兩隻手去彈吉他的。正如我們做了一些我們認為很好聽或者很想大家聽的音樂，我們是那隻左手，希望你們伸出你們的右手去拍手掌，去支持我們音樂，我們音樂才會有可以繼續伸延下去。現在做點很慘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覺得330IP 這個計劃最好的呢，就是除了大家可以做老闆之外呢，也都感受一下我們音樂人做一些音樂出來，其實賺錢是很辛苦的，真的要多謝你們每一個買飛給我們的朋友，送給大家左手。